人私底下有什么相似的那一方面？首先，我觉得性格方面，不是特别的像。如果论到别人把我淘汰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那我可能是会更努力的去打回去，去打回去。首先，那一场戏全国大赛我们拍了有10天，然后是其实每天都是在一个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环境下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舞者，然后有很多的就是观众演员们，是，然后其实导演是非常累的，因为我们的一天的拍摄时长其实是很长的，因为要拍，其实电影里有呈现，也有别的舞团在上面，其实每一个舞团我们都用很多机位、很多条去拍啊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对于舞者来说是辛苦的，但是我们在创作的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其实大家还是很欢乐的，因为是把街舞带到了这个电影的荧幕上。明白。谢谢大家，宝宝们，谢谢。